今天带奥利奥去游泳喽，今天是他第一次游泳，然后需要带他的疫苗记录，他才可以去游泳哦。哟，我们到喽，已经来旁边就看到两只大鹦鹉，我还以为是假的啊。这个鹅还有好肥的鸡呀、啊！它会转一个小花圈。我们说了这么多，是听得懂吗？到了登记处啦，然后这里有救生衣可以租借。好哟，选好了救生衣，我们就出发去游泳池啦。好奇宝宝，东走走，西看看。去泳池前要冲干净身体哦，真是等不及要出去玩了。哟，真性感的，这里有好多小小的游泳健将哦。真的是秒睡。晚安了，宝贝，下次再去玩喽。